生的路途有真多风霜，有时有甜嘛会有苦，事拢甲共相，拢有坎坷路，只要肯做，不惊艰苦，就是英雄。斗阵打拼，为着理想，就算失败也不惊。做伙行，做伙冲，斗阵就有力量。每一个成功的笑容，拢是有你来照顾。不惊风，不惊雨，阮的雨。新德多雄庙主祭是李英赞扬的新公爷，后天阁供奉新公夫人甲因的大少爷、二少爷。当年中元节靖国老境进前，两位公主过轮流替新公爷查夜暗访，伫境界对新公爷嘛真敬仰。听讲只要来救新公爷，短短时间内就当破案，所以后人嘛称呼新公爷为神鬼晴天。请收看今仔日的《戏说台湾》，威灵公救主。成王爷出巡，夜鬼拄煞，去哪甲有些人相骗？大公主、二公主做伙出巡，妖魔鬼怪退散。诚心祈求成王爷保庇哦，保庇咱庄仔头大大细细，一切平安哦。成王爷出巡，夜鬼拄煞，去哪甲有些人相骗？妖魔鬼怪退散。诚心祈求成王爷保庇哦，保庇咱庄仔头。我来等册你。等到这么大个啊！啊，无紧啦，搁行搁行吼！哎呦！哎，阿爸，那安尼嘞？敢是讲你犯什么代志？看起来，这是天庭对为父所犯的过错所做的惩罚。等于害你，假使那是天雷神功卡落，恁都要闪较远的，以免伤及无辜。阿爸，阿爸，你这怎做？不用过去啊！阿哥，阿爸受伤啊！阿爸讲话，你敢讲无要听信？苏涵，阿爹真是对不起你，今麦有一款的压力，嘛算是海清兵当年亏欠你的白眼钱。咱若是有缘，就来世再相见。阿爸，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你的头毛都变白了，像来千年五岁之上。阿爸的心灰不会掉啊！威灵公，你知法犯法，可知该当何罪？修行弟子。
可怜哦，真正是可怜啦。祈求神王爷啊吼，会当替文才甲青梅啊做主哦。王爷，请你替我做主，阮牡丹青梅死了有够冤枉的，请你让我早日找到凶手。青梅，青梅，我回来了，青梅，青梅。青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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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死呀！青梅，是怎个开始的？青梅，你真是啦！青梅，青梅呀，我无青梅，死到这么凄惨。凶手到即马还袂找到，小王爷，我拜托你，接受我告冤状，我会当早日替阮青梅报仇。小王爷。托你接受我告冤状，我会当早日抓到凶手。拜托，拜托。我。宝贝。是王爷不会答应你。贤忠，贤忠，你无要接受我告冤状。贤忠，你无要替我抓凶手，我不干我啦。既然你要遐尼自私。把恁母毁掉，互你知影死去爱真痛苦。王文才，你都要知影，告阴庄必须要告阴庄者付出相当的代价，才有才条捉拿着凶手。非必要，这实在不可取的行为。我无希望你这么少年就失去你宝贵的性命，请你放下宽心。因果轮回不是无报，只是时机未到。等待一段时间，凶手自然会出现。唉，讲到你这个王文才，心中的怨念这么深，还阁这么固执，想要自杀，我一定要阻止你。哎，你来协助下。舅大兄，你有紧无？舅大兄，我是唔知你有啥物代志吼，一定爱自杀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详细想看卖，反正吼，代志还阁有解决的办法啦，吼。我无其他的办法啦，啊，先王爷，都我都替我做主，我只有来找阎罗王替我解决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掉头自杀是我的代志啊，跟你无代志啊。你走啊！你卖管我！啥物人不来，咱无管你啦！我袂使目睭金金看这种代志啦！我找我前夫呀！我知啊！哎吼！我知啊！你实在是乌白来呢哈！我听人甲我讲吼，你去新皇庙那边乱啦！哎，你真害呢！行，到遐来等。哎呀！我心爱的青梅死啊！我嘛无想要活。
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啦？真正是青梅，青梅，你伫我身躯边，你紧出来救我好无？我真想你啊，青梅。唔系啦，青梅，你唔通出现，千万唔通出现啊！你看，小杨兄，青梅哦，伊很灵啊啦。伊迄两日表示讲哦，伊希望你以后哦会当好好活落去啦，啊，莫想会开。啊，你啊哦是辜负伊的心意啊，对无吼？这位大兄，你紧带伊小弟转去啦。好，多谢多谢。行，咱会到。小妹，好啊，行啦。小妹，小妹。啊，啊，紧大家一声。哎，稍等。阿伯，是你叫我进？是啦，少年的。你救人一命，胜过七级的佛陀。讲起来，你种行为真正是功德无量啊！无啦，不管是啥物人吼，若是看到有人要自杀，一定拢会出手甲救的啦，这无啥啦。这个大神灵既然运动发恶，有死劫缠身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少年的，阿伯看你的面色，敢那无啥好看。对我好吼，我捌一挂医术啦，唔知会当替你扎一下咩？好啊，阿伯，那就麻烦你啊。爱你呀，你真是啦，拢是阿爹对不起你，才害你变咖咧。你清醒了，爹啊！原来吴四海就是我一千年进前的后生，我总算找到我苦命的囝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啊，我的身体是不是出啥问题啊？那卖遐操劳吼，身体是无啥物问题啦。也毋过阿伯来提醒一下，你若出门在外，行东往西，一定要小注意着。我有一个护身符，你放伫个身躯顶，会当保平安。多谢阿伯。那安尼，我先来走。四海，以前阿爸亏欠你，除了你一世人，阿爸一定会弥补你。阿爸想要看你平安，长命百岁，过幸福的日子。我绝对袂让你应验迄个死劫。青梅，你是毋是还搁在等我？所以才唔敢去地府报道。我知影，你拄才是咧甲我讲，你会等我。你放心，等我抓到甲你杀死迄个凶手，我就来地府陪你。我绝对袂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往生社过日子。文才若是知影，害死青梅凶手就是我，伊绝对无可能原谅我的。袂用的。我袂当让文才愈聊愈深，我得爱想办法，较早甲青梅火化。物件摕来，你的包是重的，你不要出来做生意啊！顾少爷，真歹势啦，后摆我一定会改进。今仔是我甲四弟
高少爷，你别跟我计较了。哎呀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不要歹吃的物件，这个月租金加一倍啦。卖啦卖啦。郭书记嘛，阮家的地租你白搭，你物件这么歹吃，乡亲是会怪我。物件看看的啦，我来租你啊。对啦对啦。郭少爷，我求你啦，拜托你，你别跟我计较了。郭少爷，别啰嗦啦。郭书记，你有安怎无？无啦。金宝。我这草帽有性格吧？我今仔穿到有烟斗吧？少爷，人若烟斗哦，就准备穿咧去食三嘛是烟斗啊！我跟你讲啊，迄卡云小姐哦，看到你，嘛会让你眉间咧擦个光光色啦！啊，闪啦！阿文，你来卖花啊？这个花啊，我拢买起，不要谁给？郭少爷，你想做咩安尼做？佮卡哪讲？人看水质嘛，嘛是有会所的人啊，听你讲晒，万一伊若是受伤啊，安尼是要安怎啊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看清楚嘛，歹势啦，这一挂心意哦，保送你，保送你。免啦免啦。叫你退就退啦，啊！来来来来，行啦，我处理好势啊。台文，阮阿母讲哦，听无罪大富贵，我遮尔听你的话。哎，但是要嫁我啊！嫁你？你莫乌白讲话！我拢甲叔海定亲啊，我无可能嫁乎你啦！哎，康文，你莫走啦！放开啦！你嫁我做无好无啦？无啊，我无啊！小雅，小雅，甲咱妹啊，甲咱妹啦！人就是你的啦！哦，好，好，我无啊！康文，你嫁我，你嫁我啦！妈，康文，救命！救命！嘿，你也碰到小雅，你，对，哎呦呀，哎呦，啊，小雅，小海，你要紧吗？哎呦，小雅，你要紧吗？金宝，你听我看麦，我感觉皮也无去啊啦，哎呦，你皮也拢好去啊，哎，老师哎，你去干嘛啊？金宝，金宝，去干嘛？不，小雅，明丽啊，明丽啊，你看伊哦，虽然咧瘦瘦，伊不过有咧做神呢，迄烂头外摆，咱两家起哦，拢无一定拍赢啊啦。明丽，你莫想摇摆啦，我甲我老母讲哦，伊就甲你卡死的啦。郭俊清，你靠这领导好嘢人，就是过桥啦。我来讲，卡文是我未婚妻，你也该。那是我对玉伯来，还是对哥哥弟？我一定对你无客气，知无？老师妹，你即摆是咧甲我呛声哦！你只等我，我即摆随从我老母，一定的，随要甲你教死的。你只等我。等下等，等下等。哎呦，笑啦！可以听吗？袂啦。苏海，迄、那个高少爷，拢伫对我哥哥弟，我骂嘛骂袂听，讲。嘛讲袂赢，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才好呢。安尼哦，那安尼阿佳，你就卖家己人出门，你要出去，我来陪你出去，安尼好无？想到卡有无介意我，所以介意就歹穿一件高速鞋啊！金宝啊，我明仔载。再当我卡文盖我了。哦，小雅，你先卖哭啦。那夫人哦，一定替你出头啦吼。卖烦恼，卖烦恼啦。好啦，你哪会在哭？阿母。哎呦，啊你的皮啊哪会红红啊？我去红怕啦。啥？谁这么好大胆，竟然敢拍阮囝？紧甲阿母讲，阿母随找人去甲教死。啊，就伊咧。最轻啊！你伫外口欺负人的代志，我已经听过。你等下吧，我一定要好好甲你教示一下。赶紧嘞！阿爸，你看清楚，是人欺负我，唔是我欺负人啦。你欺负人，我顶多喊人教示你哦，硬东西哦，来，教他。是。阿母，我不准你甲拍。老爷，咱着尊敬一个后生娘嘞。就算讲伊有做唔对什么代志，敢袂用用讲诶？那就一定要执行家法。夫人啊，你大概哦，拢安尼甲伊维护啦，做唔对代志，莫怪责怪伊。
啊，总有一天哦，伊会做出咱无法度想出来大代志啦。我不管，只要有我弟的一天，我就袂让俊生受一点仔苦。哦，切，业主，好啦，我无在条管啦。阿母，坐啦。我就知影哦，这世界上你上听话。戆囡仔，你搁还袂甲阿母讲，到底是谁甲你拍？哦，啊，就是空空四海啊！伊看到我甲伊卡混哦，硬要甲我烧钱啦，拼袂过我，伊就继续当手机狗拍嘞。我若是当带着卡混，唔知偌好嘞。你是讲？迄、那个五家的新妇啊，郑卡芬，伊敢毋是跟五家已经有婚约啊？哦，阿母，我嫁伊足久啊，你想办法，我娶着伊啦，拜托啦。这些呢哦，日子拢看好势啊，我甲算算的哦，全部报个月呢。啊，恁若看欠这些物件哦，啊，紧传出来哦，啊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物件吼我早就已经传好啊，因为我做希望成亲的日子哦，就是今仔日咯。哈哈哈，真好真好。高丽，金宝，是，来，明哥这块。哇哇哇！这金帽哦，真的是要送给我，一世人叫我做牛做马，我嘛愿意。各位乡亲，恁大家拢有看到这个金帽吼？哇！我今日就是请大家替阮国家高振兴做一个见证。阮振兴已经介意卡魂小姐。所以这个金马是阮国家要给五家的聘礼，恁大家讲，阮国家是不是真有生意啊？有啊有啊，做生意啊！高夫人真正做生意啦，迄那是我吼，半暝半我就紧嫁啊。我老爷，人伫咧讲，婚姻是爸母做主的，今日阮国家这么有生意，你嘛已经有看到啊。我希望你会当答应，将卡芬小姐嫁予阮俊生。郭夫人啊，阮卡芬哦，甲素爱连着要成亲啊呢，啊日子嘛拢已经看好势啊。你的生意我了解啦，啊，不过我无甲记住，嘛袂用的，歹势吼，行，咱走。阿母，阿母，你放心，等下。老爷，你敢还阁考虑一下？只要你点头，这个金马就马上是你的。除了这个聘礼以外，还阁有，我会替你穿一间大厦厝，还阁有家丁、甲查某囡仔拢会甲你奉胎。只要你答应，你即时就是好爷人啊！郭夫人啊，真正哦，感谢你的诚意啦。啊，不过。我嘛是刚刚开始拒绝，歹势啦吼！你真正是敬酒唔食，想要食罚酒心。我今嘛是好意，要来甲你提亲哦。你莫等到我生气以后，我唔是提亲尔，是要抢亲啊！郭夫人，你妈咧为难我阿爸和苏海啊！你讲了无唔对，我那是叫少爷，哪呢？我的后半世人共拢要烦恼啊！好，我答应你。卡文，真好，我就知影你是一个巧巧的人。金宝，把这个金马送去五家。是。稍等一下，夫人，聘金是卖搬，我有话要讲。我真正做感谢，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会当改变我的命运。要唔过，卡叔讲我以后要嫁红帅。那是跟我袂合，安尼这段婚姻恐怕也袂久长。阿爸安尼好啊，我出几个问题来问少爷，伊若是会当回答较好，我满意。安尼，我即马就随嫁予伊。啊，这里个无问题啦。
你听好哦。第一条，三牛三加五牛半，再加四牛一，安尼总共是几斤几牛？这。啊，搁有，细汉的时阵有四只脚，大汉的时阵有两只脚，啊，到老的时阵有三只脚。啊，这是啥？四只脚，两只脚，哎，这到底是啥？你有看到吼，林少爷爱文才，无文才；爱武打，嘛无武打。安尼是要安怎叫我放心嫁予伊？阿爸，苏海，咱来行。高文，高文，阿母，你看啦，你甲高文怎走啊啦？你放心，阿母会替你做主。空，竟然敢笑我的面子，金宝！找人去把那个吴四海架死去。是。阿文，我感觉吼，你刚才对付柯夫人的办法哦，真正是有够厉害的啦。那不是柯夫人一直要为难阿爸，我嘛无想要用这种手段来去转应。阿爸，你应该袂感觉我拄只做了小超过吼？袂啦。迄俗语人咧讲啊，人敬咱一笑，啊，咱就行伊一顿啊，对无？迄若不是讲高夫人哦，平时刻意啊咧好个，定要欺负人，你嘛袂好歹看面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对啦，卡芬，苏海，归去哦，恁咧亲事哦，较办办的啦，较免顾家迄个亲仔长哦，定来咧高高顶。阿爸，啊，你讲这句话意思是？啊，无安尼，下晡哦，咱就甲这婚事办办的，吼、哦，较免当面交忙。卡文，你感觉安怎？这件代志总算是暂时解决。阿爸，拄只的水镜，阮两个嘛小看有看到，这个欢迎吴四海。敢讲有倒位唔对的所在吗？这个吴四海并无什么唔对，我特别注意伊，是因为咧千年之前，伊捌有一世做过我的后生。当当年，为父一心一意，醉心修。无好好照顾伊，还一只少年，都活活来夭死。现此时，伊拄着死劫缠身，你讲做为父的，哪有可能目睭金金，见死不救？啊，不过阿爸，伊有死劫，那是因果造成的。假使讲你想要替伊度过这个死劫，安尼敢会去触犯天条啊？好啊。吴四海的代志，恁两个莫阁插手。我无希望恁两个受到牵连，予上天来处罚你。是阿爸，我了解。哼，我看阿爸是袂放心我办代志，才不爱予我斗相共。这吴四海的代志，我着偷偷去管，一定爱予阿爸对我另眼相看。宝啊，啊你来这要创啥？我知影啦，你只要看到我，你就想到你做迄件亏心事。杨哥，你放心啦，只要你替我完成一件代志哦，你件亏心事我绝对袂讲出去。建良，你清醒啊！建良，你清醒啊！朋友，你来做什么代志啊？搁欠我一台戏啊！搁做啥？袂记啥代志？不是我，他不是我台，我无台机会，千万不是我台戏。
无你即马是伫咧甲我威胁都对啊。嘿，讲威胁吼，迄就伤过歹听啦。咱两个是好兄弟呢。我跟你讲啦，代志是安尼啦，只要你替我完成一件代志，只要完成以后，你的亏心事吼，以后我绝对袂阁讲。你讲，什么代志？吴四海应该熟悉啦。我爱你，给伊一个架势，给伊永远无法度跟阮少爷抢查某。一拜天地，拜礼拜高堂，拜。夫妻对拜，拜，送你东宝。哎呀，恭喜！老罗来了，感谢。小雅。少爷，别再困难了，少爷，什么时候让你再困？又要迷糊了啦？什么迷糊啊？你是在讲啥？少爷，地脚云哦，跟吴四海已经千千百顿了呢。你这晚若不出门去阻止伊哦，那地脚云就会让伊变成吴四海人了啦。哎，对呢，阿爸叫我伫这念经书，念到熟时。我若是走出去，可能好出事啊！少爷，迄经书吼，当时要念拢会用哩。你即摆若唔出门去甲阻止哦，以后你就会后悔啦。你讲我无唔对，即摆上加要紧的，就是甲口罩当啊。好，安尼进去吼，迄老爷，我替你应付啦。好。好之前文才想要自杀，若唔是四海解救，文才早就已经无命。我无甲四海报恩，煞连拢爱着伊个命，我真正毋是人。卡云，时间无早，咱嘛好歇睏啊。袂用个，我是离开好啊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靠，那遮尔大声！啊，卡芬，我出来看麦，你待等我吼，我念袂得。本来是吵落去哦，无够大声。我既然甲苏海引出来，即马。我无甲太嘛袂用了，四海，是嘞，欠你的，我只好熬死人再来害伊。哪会大细声啦？拄则看到一个穿乌衫、后面人，行到要抬苏海，我即马要去救伊。小等，你不是讲穿乌衫人行到？啊，就算我领走着苏海啦，你嘛无通甲斗三工，啥物呀？咱今日去化妆间哦，来斗三工较要紧啦，较紧的啦。卡云绝对不要救伊啦，你是我的某呢。啊！那遐喘呐，凭你这个普龙功诶！佮想要抢小弟的某，你佮无够格啦！我带你行迷魂阵，
让你永远夹袂到乌角。哪会缺一条啊？我拄则敢若这条尔，我是要行倒一条啦。提公伯啊，你得跟我斗三工，我甲卡云成亲的，就予你决定啦。卡云，卡云，嫁乎我，卡云，我来救你啊！你著一世人，都行袂到五甲。我要赶紧找阮小弟啊！找到啊！小弟在那边，那歹人敢欺负小弟，我要给你好看。这手机哪会雄雄飞起来？敢讲真正是亲妹的分别，要来找我报仇啊！看你敢搁欺负小弟无？奇怪。那人哪无搁上来啊？是讲你啥物待我啊？啊，说出去，无代志倒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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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小弟下落去啊，我来去救伊。哎呀，小弟伤到遐严重，是要安怎嘞？阿爸，阿爸，你看，孩啊，强要无死呢，看起来这死劫，但伊的身躯顶应验。分别归来。魂魄归来，魂魄归来。阿爸，牛头马面要来收魂啊！伊恐惊爱难逃死劫啊！吴四海，三魂七魄速速归位。这是翻天条呢！这件代志是为父主意，绝对袂当牵涉到你。你紧走，阿爸，紧走！魏灵公，你嘛来哦？你是不是嘛要来收吴四海的魂魄？两位将军暂时唔免收吴四海的魂魄，因为我已经将功德。恩小爷死了。威廉公，就算吴四海这届躲过这个死劫，永寿也无一个定数。这表示讲，伊的死劫犹原存在，真可能无法度躲过这个死劫。既然如此，你是安怎要冒犯天条救伊呢？因为吴四海。在一千年前，伊有一世，甲我姻缘未了。既然威廉公安尼讲啊，我来如实报告阎王。告辞。吴四海，紧精神啊！你是邢王爷？四海，现此时你正逢死劫，生死未有定数。假使若是有人挑工要诬赖你，或者是为难你，你爱通知大家，爱去神风爷庙来跋杯证明你的清白。我交代你的代志，千万唔通放过你。
怪，刚我是在做梦吗？我刚才敢有看到城隍爷的？啊，系啊啦！我唔知咱有来山脚偌久啊，明的，我一定要赶紧回来，啊，若无阿爸甲卡货一定会真烦恼我。啊，阿兄，阿兄，什么代志啊？喊了大细声。阿兄，阿爸犯天条啦！你讲啥？脚敢小可去落去。还有一个人在遐，哎，一定是啉烧酒醉才会倒伫遐。这位大兄，这阿妈吼，你是只风猴仔偌困哦，会去刮着啦。这位大兄。这位大兄，你紧精神啦。再啉酒啉到安尼啦，搁澹澹。苏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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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海啊！苏海，你哪里在啊？你伫倒位？苏海，苏海，我伊嘛伊遮济哩。苏海，哎，苏海，阿丁啊，哎，啊你迄边找有人啊无啊？无诶，迄边拢找无人诶。哎，啊你人是走呆哈？船长啊。啊！这遐尼快，搁暗蒙蒙，是要去倒找人啊？啊！即摆是要安怎啊？拢找无人。啊！啊！搁伫顶头，还搁话咧？啊！舅大爷，你搁话咧先。来来来，柯俊兴，那是你啊？哈？是。你讲啥？来，我听无。高尊兴啊！高尊兴啊！那你去精神啊！高尊兴啊！高尊兴，你去精神啊！啊！苏海，你抬死人哦！无，人不是我抬，我是无辜的，你误会啊啦！你搁讲你是无辜的，大家拢有看呀！你搁咧辩解，我就知啦。恁两个哦，早晚出代志啦！一天到暗都咧烧这卡粉啊，按砖啊头啊咧玩到砖啊尾。啊，这一看嘛，知影是真杀。阿爸，卡云，你伫遐相信我，人真正不是我杀的。尊贤，尊贤，尊贤，我的心肝惊。阿母来啊！阿母来啊！尊贤，你哪边来啦？叫阿爸阿母，你要不要乱过啦？尊贤啊，尊贤，你是不好气啊，不好气啊你啊！尊贤，阿母来啊！你起来，你紧起来，来等来去，来等来去啊！尊贤，不理啦，不理啦，你妈的！你硬气啊！你安尼做，伊嘛袂讲讲转来啊！你也甲保重的啦。我无害啦，我尊贤伊无应该死。尊贤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好无甲母转去啦，尊贤。是谁甲你害死？是谁？是谁？哎，等等，哎，夫人，是你，是你对无？人一定是你杀死的对无？郭夫人啊，你搁真真讲哦，我嘛拢感觉是真的。喂，我你今晚卖乌白讲话啦！哎呦，一定是你害死阮尊婿的，又因为伊想要带卡粉，所以你想要报复对无？船长，就是伊，就是伊害死阮尊婿的，紧紧把伊抓起来，紧抓起来啊！郭夫人。我知影你
即马最伤心的，又唔过，苏海只是拄好经过，看到少爷倒伫路边，才倒三工的，人毋是伊杀的。嘿啦嘿啦，我相信阮苏海哦，绝对袂杀死人的啦。干嘛呢？我问过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拢讲哦，阮少爷死的时阵，伊的身躯边刚好苏海一个人，伊若毋是凶手，伊的手要哪会？唔是安尼啦，我苏海哦，是要救伊啦，唔是要害伊啦，你当唔当误会啦？人明明就是伊杀的，恁搁要替伊辩解？恁大家拢有看到我苏海伊杀是阮后生，假使若是有人愿意出来证明，我一定当当有手，我当证明。哎呦，你点点啦！哎呦，阮家苏海无可能杀人啦。无唔对，高人，我看到高少爷时阵已经被杀死啊。我是要去救人，不是要去杀人。我不是凶手啊！救人，那天是你申请的大日子，你无留在厝里跟新娘同房，煞算出少爷出代志，佮走去洪高爷话救人。你即马讲这个，谁会相信啊？那是因为有一个恶意人想要杀我，所以我才会走出去的。真正是愈讲愈狠，船长，人一定是我出海杀死的，你一定要替阮找死。夫人啊，在座大家啊！你即摆伊也一句，你也一句，大家拢讲伊家己对，我是要安怎判断啊？恁讲是毋是？船长啊，既然吴四海无法度证明家己清白，是毋是应当先甲伊抓起，较袂互伊走去？你袂晓哩做，四海是清白的。吴四海，紧精神啊！你是小王爷？四海。现此时，你正逢死劫，生死未有定数。假使若是有人挑工要谋害你，你爱通知大家，爱去神风爷庙来跋杯证明你的清白。无唔对，即马确实无人能证明我清白。啊，不过我相信神风爷伊一定会说清我的冤枉。王爷，地主吴四海被人误会是杀害高俊兴的凶手，为了证明地主的清白，你来这请邢王爷作证。卡叔讲，高俊兴不是地主杀的，希望邢王爷会当赐地主三个圣杯，证明地主的清白。敢那一个神杯尔，又搁算啥？你毋是讲爱三个神杯才准算？人毋是我杀的，我绝对是清白的。就算我有80个神杯，我嘛敢。神杯啊！搁神杯，吓死人嘞！我你干嘛？三个神杯啦！哇，连跋三个神杯哦，安尼凶手都毋是四海啊！高夫人，你有看哦，三摆拢上杯啦，证明我囝是无辜的啦，连姓方爷哦，都证明伊是清白的啦。高老爷、高夫人啊，啊，搁在座的乡亲啊，啊，即摆哦，姓方爷都已经饮杯啊，来证明讲四海也是清白的，安尼大家哦，都唔当搁误会讲伊是杀人的凶手啊吼。哦，高夫人，拄只船长讲话你嘛听到啦吼，即摆我已经来走啊。不准走！这邢红爷处理代志无公平，是非不分，歹人拢当作是好人。我即摆就给这个庙烧掉，看看有啥物人会当替你注意。大爷，紧来给我当放羊啦！啊！放老啊！放老啊！放老嘞！放老嘞！新风爷尴尬，有咧四海的身上，哎呦，来去看，尴尬。王四海，
你莫直接咧假鬼假怪。何秀桃，我爱秀红牙，我日之事并无错误。吴四海并非杀害高俊生的凶手，我保证，即天之内，我一定找出真相来。帅，我们今晚在那讲讲。阿爸，阿卡多发落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拄仔是王爷降价，我伫你的身内啦。什么咧降价？我看根本就是你咧假笑，想要脱罪。高夫人，你哪知安尼侮辱是王爷？王叔来，你敢真是相信沈凤爷讲的话？我当然相信。那是安尼，你就跟我签生死状。沈凤爷，伊是有灵感的，我相信，伊绝对伫个七天之内，会将真正凶手找出来。好，生死状起来，我请。各位乡亲啊！为着要替阮囝苏海证明伊的清白哦，阮即马着急要找一个穿乌衫的啦。这个人哦，伫个阮囝生日那一天，偷偷仔拿刀要去杀阮囝嘞。啊，虽然阮囝有躲过这一劫啦，啊，不过煞去有人误会，讲是台死高少爷的凶手。船长啊，台死高少爷的凶手到底是毋是吴四海啊？哎呦，妖兽恐怖的啦！啊，十个人十支嘴，我到底是要听谁的？哎呦，所以啊，大家啊。即马莫乌白讲，啊你嘛莫乌白要，因为咱无任何证据讲四海杀人凶手，知无？歹势，我拄仔听讲有人出人命，是啥物人去用台？啊都，少年，我你讲哦，就是阮这个庄吼上好爷迄个高老爷伊的高囝高少爷啦，啊伊的高四海吼，唔知是衰尾倒人。还是伊是凶手，伊竟然去予高夫人叫伊签下迄个什么什么生死状，讲咧七天内底吼，若无找到凶手，伊就会无命咧。所以你这意思就是讲，这条命案一定要破案咯。迄当然啦、啊。千妹，沈凤爷竟然愿意无条件替高少爷抓凶手，煞无要甲咱斗相共，实有够过分。千妹，我有想到一个方法，要毋过安尼做，你就会较委屈了。你还原谅我，哦？我即马就带金妹过去，去甲高少爷尸体挂完，然后将高少爷尸体藏起来。因为着要找到高少爷尸体，一定会先查千妹的命案，那呢，我的目的就达成了。吴四海，吴四海，吴四海。沈凤爷，吴四海，你听我详细。今晚子时，你一定要一个人来先锋庙，因为我要带你去地府，要准时到。唔是我咧平凡啊！阿爸，你不用去啊！是啊，阿爸，你要找你去地府，安尼做，太过冲动，太过冒险啊！这件代事，为父讲过了，无需要再苛劝我。啊，不过阿爸，这反天条的代志，你若是做啊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敢有达咧为着千年前的一个亏欠，要付出这么多代价？好，卖讲是吴四海。
就算讲恁两个兄弟啊有同款的遭遇，为何同款嘛是去救恁，敢毋是咧？阿爸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你就带吴思海去嘛。我甲小弟踮咧遮，顾好伊的肉体，等待恁回来。阿爸，你连成功回来啊！你两个兄弟啊，这么体谅为父的心情，我非常的安慰啊。这地位就到是伫底啊！啊，无入口是要去地府啦！小王爷，别，我是海，本城隍即时带你入去地府。苏海，你赶紧灭入去道教。你眼前所看的，那只不过是凡间的肉体，你已经是灵魂出窍。别惊，这两位是我的后生，也好好将你的肉体顾好。原来是大公主甲二公主，恁好，我是来到好运的，竟然当青花酒吼，看到恁。你上届好运的是拄到阮阿爸。阿爸，我会踮遮顾好伊肉体。对啦对啦，阮办事，你放心啦。安尼恁两个就辛苦了。苏海，时间要袂赴啊，对我来。哦。希望您一切顺利。苏海。即马要带你落去地府，假使你心内若是会惊，你将目睭揢起。你将这顶帽啊戴你头壳顶，安尼会当将你的阳气砍掉，较袂让遐阴间的鬼差知影你是阳世神。安尼哦。苏海，我带你来地府上界主要原因，是要调高俊生的魂魄，等于阳世间替你作证，洗清你的冤魂，安尼。才有才调救你的性命。这只灵鼻器已经鼻过伊的气味了，你会当带这只灵鼻器去找伊。啊，哎，我知啊。好，我就带伊去找高俊生。也个，你头壳顶这顶帽啊，唔通离开你的头壳。万不离，你的身份若是暴露。安尼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
好，我知。这块灵牌，你甲早的神父，若是拄着紧急的代志，你就将这块灵牌交予遐阴间的阴司，安尼你就会当顺利过关了。好，好，安尼我知影。多谢神风爷，安尼我即马吼，就是我弟夫来顾准心。要救苏海性命，将郭俊兴的魂魄调来用世间来证明伊是冤枉，这是上紧的方式。不过，这个方式太无效，安尼做也是不得已。行起来。高俊兴啊，那是走一队啦。哎呦，高俊兴大概是走一队啦。高俊兴，个骨头变面呢？阿母，你来救我！阿母，我袂去啦！我袂去啊！骨头呀，拜托你啊，帮我操啦！你的破骨已经出来啊，经过奈何桥，啉了无温水，就去投胎。我不爱啊！小蛋，老帅，你在几下？我刚问你把死翘翘，想改讲完死翘翘，我是。对啊，我改讲快已经死翘翘了。啊，你死就死了，对我创啊？我是来找你办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啦。你莫对我高高低啊，袂输对我有意思的。你这话袂讲啥？我好心无你。你是啥物人？是安怎要阻挡郭俊兴投胎？哦，是安尼啦。这位牛大兄，啊，着阎罗王吼，伊甲我讲，迄郭俊兴哦，伊的审判出问题啊，所以特别命令我来领郭俊兴，等于重新审判。是啦是啦是啦，心无问题啊，是嘞，是嘞啦，是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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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是谁？郭主席，紧走啦，卖走。小大人啦，先说我跟你走啦。因为吼，大家拢误会，我是台四里的凶手，所以你要对我等于用世间哦，证明我的清白啦。当欢迎是袂歹啦，啊，不过现在不过才两杯啦。卖走。哎，哪里啊？你，哦，那就行啊。我买等你，哎，苏主席啊！大大西魂，你来走来吃，带我回来见阎罗王。嘿，小弟，西王爷，是的啦，我用着你的灵牌啊。听我讲哈，你看，哈，神风爷的灵牌，哦，好啦。
水啦！不是小牙花牛啊！今嘛这时跟我回来神风庙啊！行，吴四海，等我找到机会，一定袂让你好吃亏。啊，快紧嘞！哦，阿爸，你顺利回来了。四海，赶紧转去你的包厅。是。小王爷，我来看不着郭尊兴啊！林金长，我这是给你开天眼。太阴无注意，我紧倒去厝里。哎，郭尊兴啊，慢走！啊！哎，你动作这紧哦！想要走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阮阿爸跟吴四海辛苦落去地府，把你抓起，哪有可能遐尼简单就放你走？小王爷，失礼啦！我真是想要看我老母啦。吴俊兴，我费尽心机、用心计较，将你的魂魄调到阳世间，是因为你还阁重要的任务要做，不是要让你做孤魂野鬼、世界流浪。四海，你将这个翁仔去找郭俊兴的肉体，将翁仔骨剖开，和魂魄附身在肉体，也当暂时还阳，替你做证，洗清你的冤屈。啊，是。多谢郑王爷。也个，这件代志千万袂当向任何人来提起。我怕你泄露天机，会切你的用心。哦，邢王爷，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吼，我绝对袂甲第二个人讲。多谢邢王爷。郭尊兴啊！我问你，到底是谁来抬死的哈？哼！我若是跟你讲，我唔着死去利用假贷啦。哼！我才无你讲咧。哎，苏海，啊，这么暗困，你若坐伫遮，你睡睡了吗？啊，无啦，我着吼是讲困袂去，一人无聊，所以来遮坐啦。你点点啦？你叫我点点？不是啦，我是家己咧想一念，不是咧甲你讲话啦。我哪感觉你怪怪啊？敢有？好啊，时间无早，我紧来歇困。明仔载，咱搁要去找赛琳凶手诶。哦，我先入去啦。这物件未必放伊摆进来，啊，不过放伫外口，我惊阿爸发现。吴四海，你去帮我处理。吴四海，帮我处理，啊，帮我处理，帮我处理啊，帮我处理，我要去考分，我要去考分啦，哎呦！魂魄归来，魂魄归来，魂魄归来。阿爸，今麦骨头马兵已经来啊，是要如何是好呢？阿爸、阿兄，你放心，我今麦去将我赶走。大妹，
千万唔通轻举妄动。因若是要来，得有在因。阿爸，阿爸，参见威灵公。威灵公，你善解高四海阳寿，又输掉高俊生分别还阳，连环大错，等待面顶破关落来，真可能消除你的神威，圣方庙也会受到天火之灾。来，请威灵公化。威灵公，天法随时会出现，你得好自为之啊！阿爸，天官若是出现，是该如何是好？是啊。吴四海，你去帮我处理。吴四海，帮我处理。啊，帮我处理。帮我处理啊！什么声音啊？起咕咕吼！怕算是鸟鼠啊！哦，这嘛搁未平安哈！见笑，未安静，你们该等。还是吐掉无掉他呢？还无装出来哈？什么代志啊？我刚刚有听到一种哭哭哭的声，啊，这眠床敢那会摇呢？眠床会摇，敢会跌倒啊？无啦，卡文是鸟鼠啦，卡到吼，我看到一只鸟鼠吼，对遐走过呢，我来看卖吼。鸟鼠啊！哎，吴帅，吴帅，你要创啊？吴四海，你帮我注意，帮我注意啊！你真正是食饱上瘾呢，我得用红线来绑呀，看你要走一队。帮我注意，帮我注意啊！吴四海，你帮我注意，帮我注意啊！吴四海，爱改地嘞吼，我看你要哪个变鬼变怪。神王爷保庇哦，保庇咱怎啊倒？咱来等车队，等到这大个啊！无紧啦，搁行搁行哈！哎呦！哎，刚刚被冲坏着什么啊？哎呦，哪会安尼啊？哦哦哦哦哦！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你好，你好！这好啦。阿妹，你讲大声大，我进来倒，我进来倒，哎呦！哎，大家啊！心想着，心想着呀！啊，车来平心想着呀！哎呦喂呀！阿爸，那安尼嘞？敢是发生什么事？看起来，这是天庭对为父所犯的过错所做的惩罚。阿爸，哎，你这，哎，你这，你往这，哎，
袂用过去啦。阿哥，阿爸受伤啊！阿爸讲话，你敢讲无个听信？苏海，阿爹真是对不起你，今麦有一款命，马上是海天冰冻年，亏欠你的白兄弟。咱若是有缘，就来世再相见。阿爸，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的头毛拢变白了呢。出来天地五岁之上。阿爸的心灰不会掉啊！为人公，你知法犯法，何地该当何罪？修行弟子。你赶紧用周冰轩的分票，带紧地府，莫管吴素海的代志啊！我拜托你，阿爸，你若是不能向你做，我去做。李爹，阿爸，今麦已经变作安尼啊，你就莫搁在家乱啦。我安尼做是为阿爸好。好啊，恁两个莫搁冤了，唔免组织维护。为父无可能将高祖兴的分票，搁送得当地府，帮助吴素海生意，嘛绝对袂改变。阿爸，你呀、啊，常常一向拢安尼意气用事，感情这样冲动，何时才会大汉呢？你的行动，为父真放心。啊，那你？就常常让为父烦恼，要知道缘起缘灭，天理循环，这是真正常的事情。你啊，要学会放下，不要再这么多执念啊。不用的，我一定找出办法，让新王庙不受到天火之灾。就算是奇迹，我也要找出来。苏海，你不是讲要调查台西高少爷的凶手，安奈来遮？哦，是安尼啦，我是讲要伫调查进程哦，看一下高俊兴的尸体啦，反正哦会当找到迄有路烟线索。等我将这案啊拍开，高俊兴的分票，就回去伊的身躯还阳，替我作证啊！苏海，国家的人来啊，咱先别急，看明等一下起冲突。哦，来，咱准备起来。尊兄，金宝啊，交尊兄的奖品哦，给摆好啦。是，老爷。尊兄。我的宝贝啊，囝，尊兄！啊，趁这机会哦，我得赶紧将尊兄的魂魄放出来，当国家的人面头前，让尊兄死而复生，卡免伊搁怀疑哦，是我动的脚手。阿母，阿爸，我都想你了。想着我老袂掉我老母啊！苏海
是在创啥？哪这么奇怪？阿婆，安怎样？阿婆，安怎样？阿爸，我正在看你。老爷，我哩，什么呀？那边查某呀？你啥人啊？是啊，你到底是啥？我叫准星嘞，你紧讲啊！阿母，你是在讲啥？我了，我哪会加这两粒？哎呀嘞！哎呦，我哪会这衰啦？去拄着这种代志，准星的尸体到底是走去倒啊啦？你把阮囝准星的尸体变无去啊，搁伫这咧假鬼假怪！你就是讲，你安尼我就会放你煞？不是啦，我就是。别当讲出来啦！你若是泄露天机哦，咱两个人拢会出代志啦，点点啦啊！我唔知影为虾米会变安尼，我是真想留你落去食。你竟然敬酒唔食，想要食罚酒？既然你唔肯讲老实话，金宝，把这个小查某带去船长遐好好问一下。是，行，到了船长遐啦，行啦，行，把我放开啦，过来船长这边，行，行，哎呀啦，代志大条啊！春梅，哎呦，金宝啊，你把我放开啦，行。青梅不是死啊，哪会向阳阁活倒倒来？行啦！金宝，你青梅，青梅真正活倒倒来啊！你搞死人啦！哦，叫你卖跑，你听无？你卖叫是讲你安尼胡编哦，我就会放你煞。你讲，你是不是把阮囝的尸体藏起来，想要把我恐吓？阿母。你别害我！你莫安尼叫我！你若是不爱讲老实话，我杀你拢有可能。自细汉到大汉，你拢嘛拍过我，今嘛你竟然出手甲我拍！青梅，青梅，青梅，你有听见无？青梅，你真正活倒转来了。真正是天公伯后保庇，就好。你是谁啦？吼，太好被林青家好不好？你是无看到我这摆做伤心的哦？奇怪，伊哪会卖恁的王文才啊？青梅啊，我是恁阿文才啊，你哪会卖成我？啊，是讲你这摆人还阁无爽快，所以卖成你我？不要紧啦，你偷偷想，偷偷想就想会起来，吼。哎呀啦！我父亲伫这个肉体的亲人甲认出来啊啦，我袂当讲出我是高准生，只好暂时假作是伊啊啦。青梅，你会认得我？我头就讲的，我啥物拢想袂起来啊！你莫阁问我啦。你会认得这位姑娘？我当然嘛会认得，伊是我的某。单青梅，哎，哎呦，代志不干恁是变收煞啦。苏海，你是在讲啥？我哪拢听无。凯文，我刚剩七天时间哦，会当洗清我的冤枉，度过这个死劫。现在代志不干恁哦，我看我是死劫难逃啊啦。青梅不是死啊，哪个活倒转来？哎呦，死人变僵尸，惊死人！啊，你唔就是妖怪？你哪有袂讲啊？我唔是僵尸，我是人。我第一个听到妖怪承认讲家己是人。啊，青梅啊，啊你唔是已经死几落天啊？你一定是妖怪，你无可能是人啦。你，
安定，哎哎，请。好，是是是。哎哎，不是大老爷。姐妹啊，啊你不死啊？传掉啊！死人搁活起来，安尼一定是妖怪。咱来个小心，安尼咱这个庄园才会安全。小心啦，小心啦！哎呀，那是搁安尼落去，郭尊生一定会去让小心啊。那恁新王爷为我做一切，唔都拢白了工啊？明的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甲伊斗相共。有啊，我有办法啦。阿文，你再等我一下，我随等下吼。阿苏海是要去倒位啊？陈六，阮尊生的尸体无伫遗踪，即马即个叫青梅的三号人雄雄走出来，我怀疑伊甲这件代志一定有牵连。郭夫人，郭少爷的尸体敢会已经去予青梅徛食落包？你莫有白讲啊！尸体哪会当食？你点去哦？你才点去？船长，阮尊生去予人害死，已经足可怜啦。即马尸体阁放无去，嘛毋知是毋是去予这个妖怪食掉。船长，你一定要替阮尊生做主。阮家夫人讲了无唔对啦，紧家小心吼，大家较安心嘛。你金宝啊，你哪会这歹心啦？我猜我平常时敢对你遮尔好。我无想要让人休息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，让恁家阮某休息啊！恁若真正要安尼，就连我也做伙休息。真好，那安尼我就成全你，金宝，甲伊两个俩去休息。你，行，行，我放，赶紧让伊休息，放开啦，行，放开，行。各位啊，这就是董主尧，专门咧治妖魔鬼怪。我若是甲破了吼，伊若是妖怪，伊就现形啊啦，恁先开。哎呀！臭死啊！这什么物件？啊！妖魔鬼怪，恁去！去！我从海鲜冲下，我够臭的呢！嘿，奇怪，哎，看起来哦，你都不是妖魔鬼怪，你是人嘛？因为我刚拄仔迄当主就甲伊扑落，啊，甲这符啊甲伊打落，拢对你无效啊！明明就知这是新王爷。哈哈，无唔对啦，我看哦，这一定就是新王爷的宝贝。所以青梅伊哦，才会死去了，搁留伊一口血，即马活倒转来。嘿，有道理哦。就是安尼，新皇迄天才无要接伊的阴尊，原来是灵玉安排。是啦是啦，既然新皇爷决定要让青梅活倒转来，那安尼青梅就会当家己去抓住凶手，自然新皇爷就袂接受我顾阴尊啊。郭夫人。我知影你即马找袂到恁后生的尸体，你一定足着急的。也毋过你嘛袂当安尼轻轻彩彩无老无孤的人啊。夫人啊，伊讲了对啦，咱尊生哦，才过身无偌久，咱哦应当替伊哦积积福德，莫搁安尼我袂牵拖别个人。伊的尸体哦，咱过来去找啦。既然即马代志拢解释得清楚啊，我会当走啊吼。哦，那是更紧走，那是大家更想要跟我小事，我们就害啊！不，文仔，文仔，咱紧来等。多谢你，走。前面外岛回来代志，建良一定也唔知影。假使讲，参像文仔讲的同款，新丰也要成为真心来认凶手，安尼代志唔得别空啊！明日，我会随去找建良参详这件代志。这个新妇爷，这么暗讽吴四海，讲予迄个查某人活过，说一点仔拢唔肯保庇阮尊心，让伊平安无代志。新妇爷，你真正有够大细心的，我一定要去把你的庙烧掉，替阮尊心出一口气。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敢讲是因为顶摆迄件代志？唔是啦，建良，你敢知影青梅伊外倒转来？啥？你莫胡白讲哦，无可能有这番代志啊！我无骗你啦，我当义正哦，亲目睭看到伊外倒转来。建良啊，假使讲伊甲真相讲出来，讲你是大义的人，安尼唔得。好啊，你莫阁讲啊啦！这边哪有可能有这番代志啦？明明就已经死啊，变哪有可能搁活倒转来了？
我看啊，你也是紧回去，看清未发生啥物代志，才来做拍算啊。对，你讲了对，我即摆哦要赶回去看卖，看清未伊到底是人还是妖怪啊。阿兄，哎，还是带我来这要创啥？你入去看就知影啦。你看。这不是高俊宪的尸体，哪会在这？是啊，我派出的手下就找到高俊宪的尸体，就马上跟我报告。咱赶紧将高俊宪的尸体搬落去义庄，安尼小弟的代志就咱解决啦。好。陈雷公，阿兄，哪呢？系啊，感谢天庭发现啊！阿兄，咱动作较紧的。慢请，先坐啦。我感觉这是上天给咱的警告。阿爸毋是讲过，事事拢有因果。既然上天无希望咱替吴四海找到高俊宪的尸体，那呢，咱就无应该安尼做。也毋过，七天的时间特别够啊。咱还是先等表哩，顾好阿爸较要紧。吴四海的代志，咱先莫插。既然我甲阿兄为咱搬俊宪的尸体。安尼，我一定要想其他办法。应该会讲要过来给我休息啊！我即摆应该是安全吼。千惠，做你放心啦，就算讲吼，爱我用这条命去甲伊赔，我嘛绝对会保护你，吼。好，你吼，若是无法度好好甲我保护，你就毋是查甫囝。无路用啦！千惠啊，你即摆哪会变安尼啊？你较早甲我讲话，你就袂安尼啊？你是安怎个？我是因为好运，搁剩一口气无吐出来，才活倒转来啊！经过这么大的生死劫，我当然嘛会无同款啊！原来是安尼啊！啊，对了。千妹，那呢？你敢要去你什么人家去抬？哎呀啦，我根本就唔知影这桩代志，我是咩怎回答啦？妖怪！今天主力完赢。你敢破这些物件啦？你真正是死白目嘞！你是活过天神啊你？这么高位奈无效啦！啊，台湾哦，阿兄。你即摆是咧创啥啦？你青梅确实是人，毋是鬼，你莫甲怀疑啊啦！我知啦，即摆青梅活倒转来，你嘛感觉是奇迹对无？这一切拢是因为吼天公伯也疼惜我，才会让青梅活倒转来啊！文才啊，你敢真正确定伊是青梅，不是别人改造伊？阿兄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这当然嘛是青梅，毋是别人啊！哪会含你都认袂出来？我兄弟啊！我还阁有代志无办，我要赶紧来办啊啦！吼，阿兄，阿兄，哇！你是阁徛伫遐创啥啦？规身躯安尼，够是了，够是花，你赶紧下烧水，我要洗身躯啊啦！哦，好啦。金宝，是真实的，青梅果然倒转来啊！伊甲我讲，台死的人是啥？我听到文才当咧问伊，啊，不过伊无讲。安尼就好啊。建良啊，趁伊还袂甲真正杀人凶手讲出来真相，你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你是讲，你若无甲伊台死，伊若甲真相讲出来，安尼死的人唔就换作是你啊？建良，你真心疼？好哟，你哪会做这款代志啊？甲青梅台死啊！不是我，他不是我杀，我无杀青梅，青梅不是我杀死。啊，不过我顶边是因为啉烧酒醉，才会错手把伊杀死啊。啊，起码青梅真无简单，才活倒转来。我真正无法度阁下手啊啦。建良啊，你想看卖啊？伊若甲真相讲出来。你就会随叫船长处死，
也够有啦，文才一定会怨恨你这阿兄一世啦。不爱啦，我真正不爱再伤害青梅啊啦。那安尼好啊，我看你要安怎甲文才交代。台死伊上爱某的凶手，既然是家己的亲阿兄。青梅啊，我阿兄吼对你无歹意。啊！伊讲话较直接，你哦，莫甲计较吼。好啦，知啦知啦知啦，啊是好啊袂啦，规工你遐洗洗脸，我要洗身躯，你水是用泡洗啊袂？青梅啊，啊我较早甲你关心，你拢足欢喜啊，是安怎？你即摆嫌我啰嗦啊？是安尼讲起来，自从你外岛回来了后，你若雄雄敢若变一个人呢？讲话口气、较态度，佮较早拢无同啊！哎呀啦，我予文才看破啦，袂用的，我一定爱骗伊报复啊！若是过去予人掠去小事，就惨啊啦！文才，我即爿活倒转来，就是为着要来看你，结果你就安尼对待我，我真。是嘞啊，青梅，是我讲唔对话啊。哦，应该是因为我之前伤过思念你，今摆又搁伤过欢喜，所以我情绪有较激动啊。啊，我后袂讲话，好，请你原谅我。你这个骗子，你讲要保护我，嘛一定拢是在骗我。青梅啊，我就说，我愿意用我的性命好好保护你，你相信我。相信你，那你好，你即摆当出去啊？我洗身躯。哎呦，惨啊啦！顾尊生的魂魄入唔到身躯，害大家拢过是讲青梅死而复生。起码伊嘛无法度替我作证，讲我毋是容易代事的人。那安尼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啦？自从苏海和郭夫人误会是杀人凶手了后，苏海的行为可变到足奇怪的，嘛毋知影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苏海，你有代志要讲哦？你先讲啦。不要紧啦，卡芬，你有什么代志，你先跟我讲。那安尼，我去问后，我感觉你最近有淡薄奇怪。一开始是半暝唔困，去揢一个翁仔回来，刷落来，佫常常一个人咧细细念。啊，即马，敢若佫实在迄个死去。我活倒转来的青梅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这件代志千万袂当向任何人来提起。我惊你泄露天机，会彻夜永寿。你是有什么代志，连我拢无法度讲的啊？不是啦，卡芬，这件代志。这件代志哦，是新王爷交代袂使讲的啦，因为是为着要调查害死高俊生真正凶手是虾米人，啊，所以连你嘛袂用讲啊。啊，不过你若是袂放心，等下若真正不得已的时阵，我才开讲，安尼好无？原来是新王爷交代你袂当讲的，好，我相信你。卡芬，多谢你会当体谅。我即马吼，要来城隍爷庙遐问一件代志，你对我来好无？奇怪，我今仔那一直心神不宁啊。是啊，我嘛有奇怪感觉。
你讲，你真好大胆，姓洪爷的庙经，你嘛敢放肆？唔对，这是田惠妹放火来烧庙啊！阿爸悔改，得要应验吗？阿爸，阿爸，上会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你讲，你真好大胆，姓洪爷的庙经，你嘛敢放肆？唔对，这是田惠妹放火来烧庙啊！阿爸悔改，得要应验吗？阿爸，阿爸，上会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威灵公，你身为神明，却犯了凡心。今年蒙改吴四海行尸婆，阁删掉高俊兴的分配宽容，最后甚至引致陈清梅死而复生。你连犯三条大罪，该当拔除神威，天火烧庙。阿爸变作安尼，拢是苏海害的啦！你莫阁讲啊！阿爸有讲过，这拢是心肝之外的，你莫把代志拢怪去苏海身上。咱即马干那会使看书办事啊！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，把你这个大细心的心肝也烧掉，把你烧化替身，替阮囝报仇。金宝，放火！是，甲兵仔拢嘛放油。是是。高夫人烧到超过，神风爷们嘛较烧，我要甲伊架死。嘿，白英子，弟弟，你做是犯天条呢？你敢袂记阿爸就是因为插手吴四海的代志，才去予皇帝身上内底。咱若是做同款的代志，去予拐起来，到时是啥物人要来救阿爸？为着阿爸，咱一定要忍耐。看你敢有法度救你家己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做啥？高夫人，你现在帮我烧香了没有？我要安怎做？敢料你管？我今日就是要烧庙，让伊无法度替你安好。你，苏海，小凤英。幸好也害死阮囝，今日恁两个拢爱死，安尼嘛算是替阮囝报仇啊！哈哈哈！我都未过日死也不要紧，啊，不过煞连累幸好爷，甲我做伙受苦，我是要安怎甲幸好爷送出去？苏海，苏海，苏海，阿你两只了，苏海，苏海，
苏海。奇怪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木那遮重啊！苏海，嘿，那哪敢有人叫我？大二公主，原来是你呐！苏海，这摆真多谢你，把阮阿爸形象救出来。没啦，邢王爷对我这么好，我就算是死哦，嘛应该救出来。啊，哪敢恁两个啊？啊，邢王爷，你敢会去伤着啊？阮阿爸受到天罚，去予红蝶形象当中，无法度出来。是啊，若是无你，像你甲救，阿爸甲形象才得魂飞魄散。哈，那安尼这件代志，敢会甲邢王爷带我落去地府救郭尊先的魂魄有关系啊？你不必挂心，这一切拢是阮阿爸心甘情愿做的，甲你无关系。大公主，那安尼咱即马敢有啥物办法？会当把邢王爷对金星救出来啊？这一切就要看天意了。假使讲目前的代志有转机，会使引登去原本的驾道顶端，凡事就会使把阮阿爸救出来。啊，哎呀，苏海，咱只要把龚俊兴放倒去伊的身体，把凶手抓起来，安尼代志唔得解决啦。啊，不过今晚龚俊兴的身躯已经无去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找到。真是的啊！你跟我讲，郭俊兴的身躯在什么所在？苏海，你跟真行啊！苏海，这个声，刚是卡文在叫我。你嘛应该真行啊！我无搁再留你啊！郭俊兴的代志，找时间我甲你来办。你只要先甲阿爸形象顾好，安尼就好。无唔对，即马邢红庙去有火烧到安尼，需要时间来复原。阮阿爸就暂时藏在恁家，一切拜托你啊！你放心。我一定好好照顾邢王爷，报答伊对我的恩情。苏海，苏海，你紧清醒啊！你紧回去吧。苏海，你紧清醒啊！苏海，苏海，你清醒啊！邢王爷。情况也无去伤着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你拢已经受伤啊，搁你烦恼邢红牙，我真正唔知你伫是咧想啥呢？你昏去的时阵，搁一直甲邢红牙摸条条，阮几个人要救，拢救袂开。安尼啊，卡芬，我拄仔吼，敢若梦到邢红牙，我托梦呢。伊讲伫咧庙修理好之前，要暂时待咱家。所以，咱小等下就甲请来行道顶，咱甲服侍好无？嗯。靠！我差一点仔就会当甲神风庙烧掉，竟然阁叫迄个吴四海迫害，真正是要甲我气死！夫人，莫生气啦。是金姐的。凭什么的？我唔是有甲你讲过？叫你找人去共吴四海架势，叫伊袂当甲我的准心手卡混，结果呢？伊唔呐，甲我的准心害死，佫一日佮唔甲我作对，你是安怎办代志的？夫人，是你啦，我一定会甲代志办好势。莫干那会晓用嘴讲，讲唔进去。是。哦，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啊？建良啊，迄个吴四海去得罪着阮家夫人，阮家夫人要爱伊的命，所以你之前做过一届啊，一摆嘛是拜托，去将吴四海代志。吉宝啊，我不爱啦，我无想要搁做歹代志啊啦。好啊啦，莫搁人家假身啊啦，等亲门你着拢抬啊，敢有差这吴四海事？啊，搁再讲啦。你唔是要回去抬迄个死去，搁话倒转来陈清文，啊！今仔抬这吴四海，就
当作给你练胆量啦。卖个讲啊啦，人吴四海吼对我小弟有温情，我真正无法度害伊啦。因爸吼，我想要害伊，啊，结果害伊搬落去山坎，害大家误会，伊就是台西高校的凶手。这届我真正无法度下手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。卖阁打五四三个啦，物件拢甲你穿好势啊，你都卖阁啰嗦啊啦。这是一尾毒蛇，只要一包药粉，只要你甲这药粉压在吴四海身上，才放毒蛇去甲加，安尼就会用你啊。我不爱，要做你家去做。哎、欸，你真正是讲袂顺车呢。好啊，你若无爱抬吴四海，青梅的代志我嘛无甲你斗三工啊。青梅的代志哦，我家己会晓解决啦。总共一句。我不爱走了。哎、欸，给你吧，给你。啊好啊，这个王建良这么无听话，看起来只好我家己亲身出马。小海，大夫有交代，你的工作要将你跟好，回去搁好好休困，没事跟后面走。但是。我搁订一寡保药予你啉，安尼你的病才会赶紧好起来。阿文，多谢你啦，予你加保养。不要紧，只要你的空气会当赶紧好，阿我阿妈辛苦，我拢甘愿。阿姐，阿姐，叫过来，叫过来。你这人，哪只鸟吹狂啊？苏海，你有要紧无？不要紧啦。奇怪，你身躯顶。哪有一种怪怪的味啊？嗯。哎，啊，这是啥？哎。好，我紧啊，我头壳去戆戆，咱紧动去。哦，好，来行。即摆药粉已经压在吴四海身上，安尼我计划就已经完成一半了。伊敢甲我低调调，不爱让我离开伊的身边，哎，我连去找卡文拢袂用的，实在要让伊气死啊！趁伊即摆睏去，我紧选。这个瘾头，睏袂遐尔歹，我拢要白嘴啊！你搁咬狗条的，是要搞气死哦？青梅，你还坐我身躯顶？我是因为要去便所，煞无说哩，甲你提着。是嘞是嘞，你赶紧睏哦。青梅，你顶阵啊，不是讲你想要生囡仔？既然咱两个拢已经起来啊，我感觉即摆气氛也袂歹，不如咱就……杀你个！你吼，真正是甲天照打呢！人家吃本少爷的豆腐。青梅，你雄雄把我打了，你还说什么本少爷？你到底是在说啥啦？你现在真的变得奇怪了。我不行的，我若是说我不是真正的青梅，后一步一定是去让人笑死。我不能说实话。我的头雄雄就疼的呢。青梅，你是不是又搁无爽快啊？我看我先睇一下好啊。啊，头就疼的，哎呦，头就疼的，头就疼的。阮替你甲死了找转来，你的魂魄搁伫遮，安尼哪会用的？高俊信，你为倒位来，就等于倒位。
头，我的头都红了呀！无穿就袂着死啊！千梅，千梅，你去清醒啊！千梅，千梅，啊，伊就是我招待欢迎的查某囡仔。水啦，我自由啊！我总算离开你的身躯啊！卡魂，我来啊！什么情形啊！我无当控制我家己的，你到底要带去倒位啊？青梅，你紧清醒啊！你是不是一口气又搁喘袂起来哈？青梅，你袂用搁离开我啊！青梅，你紧清醒啊！青梅，青梅。即马吴四海身躯已经有药粉啊，一只毒蛇来放入去，吴四海一死，我的任务就完成啊！你到底是要藏在哪位啊？哎呦！啊！哎，你去我阿家创啊？卡魂，你做甲真对。卡魂，我足久无看到你啊，我足想你的。来去袂叮当。你干嘛叫我到位啊？你啊！我来个等阿姐啊！啊！我拄只差点来，你卡袂卡稳啊嘞！对哦，我即马等阿姐的往后内底。代表，我只要找到我的肉体，就得欢迎啊！阿娘阿娘，多谢神王爷，让我伫你脚后的身边，我一定会好好把握养寿。是安怎？哦，这啥物物件我牵着手啦。这个翁啊，毋是放伫桌仔顶吗？啊，哪会飞来到这？卡文，卡文，我伫这啦。我回来啊，卡文。俊兴，俊兴无伫这，伊哪里叫俊兴？啊，无啦。高俊兴哪个回来啊？吴叔伯，你别给我捉弄啦！我要跟卡文讲话啦！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啦！叔伯，你是在创啥？啊，无啊，我咧做运动啊，我咧做运动。放开！啊！你是安怎啊？啊！哪叫你大家抓？是啊，啊唔知哪说伊来，免惊啦，已经昏去啊。啊，拄仔这翁啊吼，拄仔上袂起来讲着的啦。我即马立来走卡处理一下吼。紧去紧去。我千万袂当让卡昏哦，注意着这翁啊。
欸，郭俊兴啊，我问你哦，你哪个走到暗里底啊？到底是安怎？你问我，我要问啥？我拄只伫咧青梅的身躯内底，倒伫眠床，向王去王救出来，我唔知是安怎，搁倒来遮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即马你的分别就自由啊！我只要找到你的肉体，然后互你复生倒去，安尼就用啊，对无？无你即马是咧讲废话哦！你这个笨蛋，继续找啦！欸，我好心替你找呢，你讲的嘛较客气咧。我明仔载是对一个人哦，把你的肉体烫去啥物所在啊？好心，哼！讲啊，遐尔啊好听，你救我是为了要证明你家己的清白尔。我，欸，你出来，你紧出来，我带你去找郭俊水的尸体。是公主。是公主，你看，郭俊水的魂魄哦，搁倒来伫安那内底啊呢。无错，这件代志就是我做的。多谢二公主，刚才你有安尼做啦，拄只迄个王文才哦，想要对我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，阮小的清白也嘛无去。多谢二公主。你有魂魄无尸体，敢有路用？苏海，时间无早，咱起来去。啊！想怎？又搁开始打雷公嘞？哪呢？这想怎提你？又搁咧甲咱见过？阿爸，即马伊叫红蝶形象来滴，我嘛踮伫这所在无离开啊。哎呀，一定阁是你的，你就换着天条啊！袂用紧，我赶紧来甲阻止。好困啊，明日我一定要等到清月精神。我看我先来洗洗下面，让家己较清醒。真正太过落去啊！我是要怎才好啦？哎呀，文才你来啊！是啊啦，我搁一摆害死青梅啊！这件代志哦，千万袂当让文才知影。我要安怎才好啦？有啊，你哪样没事做？上个垃圾，我呀，真的太过冲动，既然来私自偷走郭俊兴的魂魄，青梅，这垃圾是不是你帮我的？你是不是要跟我说，叫我别放弃，你一定会精神。青梅，你放心，我会等你，我会等你。你一定要精神，你一定要精神，知无？青梅。我搁一届甲青梅刣死啊，我是要安怎？
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一开我是真正甲姊妹待死啊！你不可能给我倒回来啊！你讲咩啊？姊妹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更加对不起不在。二公主啊，那向阳雷公司呢？别管了，咱赶紧离去。别离去！阿兄，啊你哪会来？我不是跟你讲过，这天雷就是给咱的警告，绝对袂使做出逆天代志。是安怎？你还是坚持要安尼做？啊，这也无用呢，啊，遐也无用呢，阮是要安怎过阿爸？你，大公主，二公主，较袂当听我讲一下话咧。啊，既然哦，天公伯啊，无法通入去，咱就莫入去啊。较袂当把郭俊兴的魂魄放出来，互伊家入去就好。等伊找到伊的肉体，附身了，才互伊家行出来，安尼较会用啦哈。这，对吼，啊，咱也无去过这招。苏海，你赶紧把高俊贤分别放出来。哦。我想惊陈雷公的啊！你怎么把我放出来啦？那是我有雷公卡一个富贵票，才要安怎啦？那想过陈雷公，你就赶紧等下来就好啊。时间无早，你赶紧入去。啊。好啦。水啦！我终身找到我的身躯啊！我是美丽啊！不想要欢迎啊！我哪会安尼啊？我哪会无法度美丽我的身躯啊？跟我所想的同款。这件代志无遐尼简单。大公主，那安尼是要安怎啊？敢是有其他原因，还是你去的事情唔对？高俊兴，你去试一摆。我去试一摆啊。我向海边，你向海边哩。你搁走出来啊？无恁两个是会晓袂晓啦？你别提讲，袂当搁试。高俊兴，我看你今仔日也先回去陈青梅肉体等待。哎，我才不爱嘞！你爱我跟伊个王文才做伙，若是伊个硬要对我学袂来，那你本少爷就清白唔得，啊你袂归做海了了啦！天就要光啊，你若无要入去，你安尼会魂飞魄散。我不爱，我家己身躯，我搁要试一摆，赶紧回去。差一点啊，就袂赴登去暗内底啊！大二公主啊，那呢，咱即下要安怎？这高俊兴的魂魄，坚持一定要登去陈青梅身上。发生这款情形，我伫咧想，敢会甲陈青梅命案有关系？哈、啊？俊兴啊，趁文才搁咧困哦，还袂精神，你的魂魄哦，紧出来，入去青梅身躯，紧！我才无爱去，甲我拍死我嘛无爱。你是知哦？你敢知啊？大公主有交代呢，伊讲哦，这件代志千万袂当让唔知影人发现，若是让发现哦，迄凡事哦，连因两个卖出代志，知影无啦？紧出来啦！相来讲拢同款啊，无爱就是无爱啊！你好，你唔出来。别出来！
是安怎失败啦？我真正想无呢。青梅，青梅，你倒转来啦，安尼足好，足好个啦。你是欢喜啥啦？分手即摆足生气个，气死气死气死气气死呀！我根本无想要倒转来，是安怎竟然搁倒转来啊？青梅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啊！你昨暝安尼一口气雄雄喘袂过来呢，搁倒咧遐，啊你袂得袂通，有掠准讲你搁死去啊！我就惊讲哦，你会安尼离开我，会转来，安尼转来就好，转来就好，就好个啊！放屁！你给我放屁啊！垃圾鬼！我甲你讲哦，我即马要去放尿，你莫阁甲我对调调啊！哇，那雄雄阁变啊粗鲁啦！是讲甲我拍了对咧？我也知影听，是你表示讲哦，这毋是迷茫。这是真实的，青梅搁倒转来，青梅搁倒转来，哎，青梅，青梅，哎呦，我是应该爱去自首，但是卖去自首啊。你要传你在创啊！我要来自首。自首？哼！我看哦，你无迄个胆啦，我唔相信啦。我哪会无迄个胆？我甲你讲，亲像我即马逐天惊吓过日子，不如我来找船长自首，把一切代志拢讲出来。你不要去啊！别动啊！你不要跟我动哦！你走！甲你讲，你不要，你。只要你去自首，安尼我做的代志，唔就早晚就会撇空。王建良，我绝对无予你这个机会，能讲出代志的真相。康文，你莫阁生气啊啦！我知影哦，是我唔对啦。张暗，你讲要去灶卡处理迄只蛇，啊结果嘞，人煞走无去。我等到拢要睏去啊！你搁还袂回来？你讲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？我倒去。卡芬，是的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真正袂用讲啊。苏海，咱拢已经是翁仔某啊，搁有啥物代志无法度讲的？卡叔公，你若是搁有代志污蔑我，安尼以后是要安怎叫我信任你？我对，卡芬讲了对，咱拢已经是一家伙啊呢，有啥物代志袂当破白讲的哈？除非你昨暝去做歹代志哦。阿爸，你莫阁有白讲啊好无？我等于今日解释袂清楚啊，你阁遐查除非倒？哈哈，因为我这个老爸哦，上解公正，讲起来卡芬嘛是我的查某囝。所以我一向无私无偏，苏海啊，你即阵啊较像遐鬼鬼祟祟咧，你到底是咧问啥话哈？我有来听伊讲。大事公主，嘿嘿，哎，我洗目睭好麻白哦。头一摆看到大二公主咧，吼，有影机卡就对。爸，莫安尼啦。对啊，想袂到恁两个竟然是新婚夜的大公主甲二公主。苏海啊，昨下迄件代志，我感觉这个关键也是伫个陈青梅身上。这个高俊兴一直附身伫个陈青梅身上，无底卡，这就是上天给咱的指示。想要解开高俊兴的命，那呢？咱就要先解开陈青梅冤案。事到如今，我嘛只好先将陈青梅分配带倒杨世间问好清楚。啥？大公主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咱搁爱入去地球一撮，将陈青梅分配甲找出来哦？迄袂用的啦，俺是翻天条嘞，我看哦，俺是煞大去啦。啥无都管遐济啊啦，就算是翻天条，嘛试看卖，毋是吗？而且我甲阿兄嘛一直想过啊，
咱即届只要找一个人去永喜城代替单亲妹，无你卡地府就袂注意到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好啦，我愿意哦，搁跟恁去地府冒险一届。苏海啊，即摆你袂用去，因为青梅是查某魂，嘛敢会当找另外一个查某魂来甲伊代替。哈、啊，那恁是咩啊才好？恁讲敢是？无唔对，伫咧这段期间，就爱将卡魂留落来，伫咧往西城暂时代替单青梅。啊，若无，真紧就去互鬼差来发觉。即摆就爱请卡魂。行一遭地府了。那是为着苏海，我愿意去。袂用的啦。苏海，我。哎、欸，袂用的啦。我知影即届要考虑的代志足多，所以你也是讨论一下，才来做决定。卡叔讲，你已经确定要安尼做，我会伫个主事时阵来带卡芬的分配袂去地府。大公主，我即马个答应你。袂用的，我无同意。苏海，这是我家己甘愿的。卡魂，好啊好啊，恁也是讨论过才去讲啦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恁好好参详。我甲阿兄先告辞啊。卡魂是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我实在亏欠伊伤济啊。我一定要阻止，袂当让伊更冒这个险。既然你都已经来啊，谁做袂开嘴跟我讲话？卡芬，我……你莫讲，我知影你想要讲啥。既然你知道我想要讲啥，是安怎你阁坚持要去？因为我知影你想要保护我的心情。严哥，我嘛是同款，无想要你受到伤害。卡芬，啊，不过你这届落去地府，是要去往西城甲单青梅外婚呢？不是一天两天呢，万一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叫我是咩活落去？就算是安尼，我嘛是爱落去。阿叔讲，今日有失业的人是我。我相信你，也为着我落去地府，敢毋是？所以，我即摆嘛是赶快离场啊！你个麦克扣劝我，让我为你做一遍，好无？卡芬，你个看，我连明仔载佮后天要买花，拢已经忙好啊！我哪有可能无回来嘞？你放心。卡芬小姐，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，那安尼我一定会尽全力跟你斗相共。多谢大公主。那安尼就麻烦你啦。卡芬，你落去地府了，千万都要细意。万一你若是找无单青梅的分别，你就莫勉强啊。我只要你平安倒转来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大公主，我准备好啊。好，你先吃坐。你得准备上命香。是。这是上命香，伫咧卡芬小姐还袂回来之前，绝对袂使让伊回去。啊，若无。伊随时拢会有性命的危险。哎，我知啦，就算讲阮规暝拢无困哦，都会拼命甲顾好势啦。去！我的魂魄真正离开我的身体啊！卡芬，你若是落去地府了，你爱去坐，爱让大公主对好调。千万唔通大主大意，家己乌白走，知影无？我唔是囡仔啦，袂乌白走，你莫遮尔啊搞操烦。大
找工作，然后来找。好，咱来去。卡芬，你千万要平安倒转来，啊那无，我会艰苦一世人。原来这个古迹会当落去地府哦。卡文小姐，咱等下马上就要落去地府啊，你千万唔通讲这大声讲话，卡免来引起了鬼差注意。啊，是。对我行。大公主，那地府的门卡口被阴差在过，我是要怎进去啊？你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这个变形石头你先拿来，你等下拿在手里底，然后对话变色，你的身躯就会豆豆变色。等你变色了，我真简单就会使带你过。哦，好。变色。大公主，我真正变色了呢。你等一下，我若是想要变回来，是不是同款？把这个石头揢咧，喊一声变大，我可以当变回来啊？是啊，你离开王喜霞了，找到丹青梅，将石头交给伊，让伊照这方法出来，我会在外口等。我等下会将你放在我的鞋仔顶款。阮到地府了，你有找机会离开王喜霞内底。好，我知影。大公主，大公主，你来上公门吗？是啊，我阿爸即摆无法度办事，只好我甲小弟两个暂时替伊代办。这是一摆公文。是。奇怪，谁有身份的你？对啊，我嘛偏着呢。敢有？我乃无看到。啊，歹势，这公文足着急，请你赶紧替我送入去。是。奇怪，我他明明都偏着。希望一切顺利。啊，我足不简单，才要来往西霞。要唔过，这遮尔大。我想要去倒位找丹青梅啊！阿伯，我去头前看卖好啊。头前就是王喜霞，行较紧嘞！王喜霞，王喜霞在你头前，我赶紧过去。唔对啊，啊，我是要安怎过去啊？有啊！啊，紧嘞，啊，紧嘞，紧行，啊，紧行。我终身送你来了，快点美丽，嘿嘿。进来啊！奇怪，啊，那个树叶啊，哪会震动？哪会怪怪呢？敢会我看唔到？进来啊！进来。这个故事
陈青梅到底是伫倒位啊？陈青梅，你伫倒位？哎，立相啊！自拄仔开始，就看一个人伫遐行来行去，想袂到你遮尔细汉哦。你是要找我创啥？你是陈青梅？嗯，你识识我哦。啊，好好诶，陈青梅，我总算找着你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要来跟你斗相共，让你回去欢迎新欢。这哪有可能？是真实的，这代志的经过哦，是安尼啦。这时辰你要到，陈青梅哪还袂出来？敢讲卡文还袂找着伊？笨蛋！青梅，今嘛换你变色啊？嗯，变色，我真正变色了呢。是啊，你到电火的门口口，佮摕这粒石头，画一声变大，你就会变回来啊。到时阵，你就会拄着大公主。好，多谢你。希望也当顺利。天就要光啊，应该要回来，恐惊危险啊！李公主，若是天光了，应该无回来，安尼安怎？因无回来，可能是有阴差掠去啊。若真正安尼，阿兄就受到顶顶的处罚。我已经连累神皇爷受天庭处罚了，那是搁大公主嘛受罚，我欠伊呢，一世蛮幸的清啊！天公伯啊，请你保庇因平安无代志倒转来。我总算是走出来啊，我即卖会当变身啊，变大，我搁变倒转来啊！公主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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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，你就是陈青梅。你是大公主。嗯，行，咱今仔来用世间。阿爷哪会回来啊？庆功啊！差一点仔就白富啊，歹势呢，让你烦恼。大公主，那安尼算落来，咱要安怎做较好？陈青梅，你先入来。苏海，你先摕这红啊。哦。然后去找高俊兴，让伊甲陈青梅做伙过去山东那边。无得卡到时阵，所有代志拢总会使解决啦。真好，趁即马文才无伫咧厝，我紧选出去，试看命，敢会当倒去我的身躯？小大人，青梅啊！你是搁要去倒啦？爱你管哦，非得我就是要出去啊！袂杀你啦，青梅，你袂用安尼爬爬走啦，你身体还袂好势呢，你还好好睏啦。你好。你是？你是谁啊？舅大兄，你有较紧无？舅大兄，我是唔知你有啥物代志吼，一定爱自杀啦。啊，不过你详细想看卖，反正哦，代志还佫有解决的办法啦吼。你是去讲阻挡我掉头自杀的人？是啦，你是文才吼？
你好，我是吴四海啦。我今日专工来吼，是着要拜托你吼，互我带青梅吼，甲我出去办一件真重要代志啦。是要办什么代志？那都爱恁两个单独出去啊？还佫有，恁两个是安怎熟识啊？我。笨蛋，我伫遮，你佮听着我讲话。这翁仔内底是底啥？哪会叮当啊？无啦，无啥啦。我爱你吼，互我带青梅出去吼，是为着要查清楚当初是吼，杀伊人是啥人啦？敢讲你无想要知影？我当然想要知影。伊毋过，阮青梅就讲伊袂记你啊。袂记就无要紧啦，我自然有办法吼，互伊记起来。这毋是我藏高俊兴尸体所在，哪会带我来遮啦？敢讲尸体叫人发现，伊若是知影这件代志我做，我是要安怎？大公主、二公主，你安出来啊？因两个哪会向阮变出来？因是谁啊？文仔，因是乡下的大公主甲二公主啦。啊，你毋是想要知影台西新闻凶手是谁？你会当甲阮斗三工啊，大公主、二公主，都麻烦你啦。青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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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看无？青梅，青梅哪个变安尼？你甲青梅害死啊！你即摆是创啥？嘿，文仔。你先慢紧张啦，小等你就知影啦。大公主，请。文仔，青梅，我竟然看袂着文仔。这摆到底谁受伤？叫青梅我倒转来。哦，文仔。林某不是阮害死，而且伊早就已经死了。阮是咧替青梅查出台死的凶手。你是咧有白讲啥？青梅要哪有可能死？已经活倒转来，伊不可能会死。点点啦，够吵。青梅，你先试看卖，敢会使转去家己的身躯内底？好。我无法度呼吸。那跟我顶面同款，我都比你家己个身躯嘞。那安尼就敢剩一个办法，高准生，你即马带青梅，你去山洞内底试看。山洞内面，遐敢若我个身躯嘞？哎，无啦，大公主，你死狗讲生笑，你阿姨附伫我身躯哦。哎，高准生啊，伊附伫你个身躯哪有紧啊？你毋是同款哦，用青梅身躯滚几下工啊？即马颠倒病可以治一届是安怎？我现在听你个啊，高准生。赶紧去，我自有安排。好啦好啦，讲袂剩车的。行啦。洪文仔，你莫叫是讲，你将高俊兴的尸体藏伫遮，无人知影。其实，阮早就已经知影。你嘛无想要，互青梅死到安尼不明不白，总是爱查出真正的凶手。代志真紧就会真相大白，你是莫着急。伊哪有可能知影这桩代志？敢讲，因拄则讲的拢是真的？青梅，青梅真是死啊！是啊。还不是你的身躯？是啊，我这种气半步，拢无得等于我的身躯啊。陈青梅，搁我试最后一摆好无？好。提供袂啊！我一定要先讲。奶奶，哪个失败啊？我你啦！
我成功有心安尼，那是我的身躯嘞，你哪会成功啊？那呢，我是要安怎啦？那呢，我会当甲文才讲话啊。好啦好啦，记你记你的文才啦。文才，高俊兴，你唔死啊？你哪会活倒转来？文才，即马俊兴身躯内底的魂魄，并唔是伊的魂魄。文才，我是青梅，唔是俊兴。你最好别讲啥。你明明就高俊兴啊！看家己的身躯，甲别个查甫人哥哥弟，够奇怪啦！哎，拜托一个啦，较有站站的啦哦。文才，我是青梅啊，你爱玩哪只？你才会相信我、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这不可能的代志，青梅在遐。看家己的身躯，甲别个查甫人哥哥弟，够奇怪啦！哎，拜托一个啦，较有站站的啦哦。文才，我是青梅啊，你爱玩哪只？你才会相信我、啊？不可能。不可能啊！这不可能的代志，青梅在遐。文才，我还记得，伊讲你要出门的时阵，有讲要买尴尬的方便给我吃，啊，佮有，我有交代你，爱请半斤的米粉回来啊。你若知这代志，我当然知，我佮知啊。你上讨厌韭菜，你上爱一束山顶边我绣的花，就伫遮。你讲，你讲真是真的？你若是不相信，你会当问一下，敢若咱两个早会秘密啊？哪里？你感觉也叫你？咱相信伊讲，我对你讲过的话，我拢会记的。在天愿做比鸟，在地愿为了你去。我一世人拢会护你、敬你，心内只有你一个人，陈青梅。文才。青梅，真正是你，青梅，文才。哎，我你真正足奇怪的啦，莫安尼啦。好啊，跟你去。我才不爱嘞。高俊兴，即马日头这么大，你若是唔赶紧回去，唔免一阵休时间，你就叫拍到魂飞魄散。赶紧回去！啊，你唔敢再讲诶！吼、哦，真正是气死！我爱我做查某啊，真正是烦死呢。你哪有可能？你哪有可能跟我斗阵啊？唔免看我啦，我唔是恁某，我是高俊兴。哪里啊？阮某不是阮某，你敢？那是因为为着要替高俊兴找出杀死伊的凶手，邢红爷甲地府交涉，让高俊兴的魂魄会使倒来阳世间七天。原本是要让高俊兴活倒转来，证明苏海不是杀人凶手。谁知影你煞偷偷将尸体来做交换？无唔对，拢是因为你的自私，想要大家替找出杀死陈青梅的凶手。煞来，阮的计划拢要失败啊！无唔对，拢是因为你，下无法度转去我的身躯，拢是你害的啦！哪里讲？青梅真正过身啦！青梅无活倒转来。文才，我真正死啊！死因把我为王先生拖转来。我才会当照顾尊兴的身躯，甲你见面。
千妹，是你啦，千妹，我真正不知代志是哪变安尼啊！又讲千妹，你定爱跟我讲，甲你抬死的凶手是啥？我一定要替你报仇！把我害死的人，就是。白鸟啊，白真久啊，白多野吼。呀，好啦，啊无安尼啦，只要你答应我，莫自首，我就甲你放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嘉祥，明日，你爱先酒抓，你爱酒抓讲哦，不爱自首，我才紧甲你放开啦。酒抓就酒抓啦，来紧。我，建良啊，你想哪？我到底在干？啊啊！不动，不动，不要紧无啊？不动啊！啊！不动，停下！不动，停下！啊！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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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天阿爸，是啥物人甲我砍宝地啊？若是我抓到，我一定袂放伊出。什么声？我袂报仇！快啊！我来报仇！我们都出来报仇啊！我很想真正抓起奥利耶，你们都出来报仇，我们都出来报仇啊！哼，我世家这么凄惨，哪有可能放你死？特别跟阎罗求这奥利。要收你的狗命，好你去地府，好阎罗亲身审判你。呀，赶去地府！我歹地府！在哪位？啊，少爷啊，我不是故意把你害死，我不是故意的啦。你狗，你对阮做啥物对不起阮的代志，全部讲出来。若是你真心忏悔，还死，阮会饶你一命。我讲，你们才杀我，拢讲啦。讲，你现在跟我抬死的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我跟建良是好兄弟啊，伊甲我介绍伊去顾家做工课，啊，伊就是欢喜叫我暗时去因家啉烧酒，谁知影伊的酒量无好，啉两三杯，伊就酒醉啊。安尼，我敬你一杯，嘿嘿，啊，多谢，多谢。哎，建良，建良，啊，真正是啊，袂啉过就啉啊，无意思。我改过来。
我感激你。你嘛未够气，啊，就酒。你这开！哎呀！哎呦！啊！你有要紧吗？哎呀，别安尼。啊，坐起。我无酒醉啊！啊，金庙，金庙啊！啊，你无到厝的楼啊来遮创啥？哦，啊是讲哦，你真正足无意思的咧。哦，我甲阮少爷去春花楼的时阵哦，你目睭拢甲看阮少爷，拢唔捌看我。你敢知啊？其实哦，我足介意你的，华金姐，哈，华金姐。啊，你这阵呢？干嘛？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你搞我！你别去杀人！你敢放鬼？阿亮生啊！我当伤心了，我对不起你。哈哈哈！哈，安尼就对啦，乖乖啊，我对你做温柔的啦。青梅，青梅啊，那是你啊，那是你，你不要紧吗？你不要紧吗？你要干嘛啦？哪呢？人来死呀！你是要什么人啊？哪呢？哪呢？人来死呀！金良真心啊！金良你真心啊！金良你真心啊！你看你做什么代志？感情我一台死啊！啊！我做只要袂去想代志。你把我害到这么凄惨，该我原谅你，我可怜。少爷，我会替你受我一辈啦。这所有一切都是你阿母害的。我跟恁家做的跟手人遐尼多年，受遐尼多委屈，真是要对我受不了报仇。李高三，你给我清楚，传你小妹的信。啊！这所有一切，拢是辜负你害。当初你阮小妹仔才六岁，伊原本会当无烦无恼，甲别个囡仔共款做伙大汉，拢是辜负你自私又搁阿爸，甲我小妹仔害死。阿姨没有断的来关心。大夫，大夫，拜托姐，拜托姐啊！高兴不要想看姐，已经赶快两单了，拜托姐，拜托姐。阿不要紧无，伊是放射立体，已经真严重啊！若果唔紧医治，就变成肺炎，恐惊有性命的危险。大夫啊，我求你！我跟你出这个小妹啊，娘，你一定要救伊啊！你该救起来以后，虽然我无钱，我以后一定做有准备报答你。拜托姐，拜托姐，拜托姐！你放心，这个问题以后再搁讲，我一定会随家医治。多谢你，大夫，多谢你，大夫，多谢你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紧紧，
啊，郑心怡老婆爽快，你紧来阮家出证件啊！哎，无咯，我先来呢。你去找别人看啦，还是你要直接带马英啊、凊彩丽啊，紧甲人看走。无咯，大夫，你不要走啦，大夫，我的爸母已经死啊，这个小妹啊是我当时世间唯一的亲人。就因为辜负你的祖叔跟阿爸，我小妹啊等不有大夫回来医治，两天以后伊就死啊。这个事我一定要报，辜负你相爱就是你这个后生，我一定要让他知道失去最心爱的人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好，原来人是你杀的啊！哪里啊？那边的哥！原来，阮真心是你杀死的。无唔对，少爷就是我杀死的。阮真心对你这么好，你哪杀的罗秋？是因为少爷对我真好，对待我袂输亲兄弟啊同款，我唔才愿意加予伊活十年才下手。虽然我杀死少爷，我嘛是真唔甘，也毋过我若无甲伊杀死，是要安怎对得起我的小妹？是要安怎替我小妹报仇？我当冤做路，小妹都开见面。哪奈阮真心呢？你敢有面去见？虽然台死少爷，我嘛真艰苦，也毋过我到即马，我嘛是袂后悔。欠少爷，我后世人才还伊。你，高丽，俗语讲了真好，成猪也糟，成鸡也不好。你毋单单外口做真侪歹失德的代志，今日累着少爷，少爷嘛是你上歹。你唔然让伊在外口世界我看袂起，干那靠你国家有钱在要得瑞芳，其实真正害伊的人是你，真正无面当纪念的人嘛是你啊！夫人呐，你大概哦，拢安尼甲伊维护啦，做唔对代志，莫怪责怪伊，哈，总有一天哦，伊会做出咱无法度收煞的大代志啦。我不管，只要有我定的一天，我就袂让俊生受一点仔苦。您看到哈，李少爷爱文才，无文才；爱武打，嘛无武打。安尼是要安怎叫我放心嫁予伊？空，竟然敢笑我的面子！金宝，找人去把恁的吴四海架死去。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，把你这个大细心的神王庙烧掉，让你烧化替身，替阮家报仇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看夫人回正去啦！夫人啊，阿母，是的啦，啊，你这么艰苦，我真正做不好的。金宝啊，自到如今你讲这是想要变改是唔？其实我嘛无想要变改啊，我知影，都会过一时，嘛都袂过一世。这两条人命拢是我杀的，我认罪。你也回去。高尊生，陈青梅，我即马要带恁倒来地府，让恁的魂魄归位。等一下，大公主，我还有一个心愿还没完成，请你成全。我嘛是。我跟阿兄一定尽全力给斗三工。啊，不过，即马你两个人的分别，搁伫咧对方的心上。伊若是着安尼转去，你的亲人一定认袂出来。
我可变回来啊！多谢两位公主。好啊，时间无早，今日甲想要办的代志办办的，办好了，阮会从你身躯送回去。多谢大力公主。这是什么所在？关了几下？文仔，青梅，是你，青梅，你别再离开我，别再离开我，好不？文仔，就像我嫁予你，疼惜我，爱护我，替我分流体贴，尽心尽力的对待我。问起来，我一世人已经无任何遗憾吗？青梅，文仔，虽然咱的缘分是足久长的，不过有你安尼真心对待我，我已经感觉足满足的。我今晚来。我跟你说一摆，我真正要离开你啊！青梅，青梅，你连离开我，像你这么好、这么善良的人，是安怎天公伯要把我拆分开？你不公平啊！我不甘愿啦！文仔，文仔，你别说安尼。要我没跟咱爹说，咱无法度改变。不过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拢会永远永远刻在心内。虽然讲，咱做伙的时间，真正绝对绝对，不过。我会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叫我后世人，后世人，都会当够拄到你。到时阵，不管我变做什么款，你拢会把我拎出来哦。我当然嘛会啊，除了你以外。其他的查某囡仔，可能袂动心。从今以后，我每一世人，我拢去找你。每一届轮回，我拢一定会找到你。因为，我只爱你一人。安尼，那就好了。青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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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木。青梅，真是离开我，真是死啊！哪呢？我一个人是要安怎过日子？青梅，青梅，青梅。阿兄，对不起你，你甲我若是无啉烧酒醉，
一切代志都拢袂发生啊，拢是我的不对。阿爷，你莫阁自责啊！为啥？你有每一个人的命，凡事这都是我甲青梅的命，我已经想清楚啊！我会含青梅的份，好好活落去。阿爷，明仔下晡，你陪我去甲青梅安葬，咱让青梅是妥为安。已经要判死刑啊！咱嘛算替咱的孙生报仇啊！老爷，咱的孙生死个遐尼冤枉，一定是我甲害死。你看我是要安怎安心呐、啊？夫人啊，夫人啊，听我讲，人死无法度阁活过来啊！你吼，莫阁遐尼责怪你家己啊啦！我不爱，我要爱我的尊心，我要爱我的尊心，我要爱我的尊心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别这样激动，别这样激动啦！我知，我知，先倒落来休息一下。别这样，我叫人家手啦吼，让我来给你拎啦吼。已经这么久啊！大日公主哪要甲卡芬的分别带回来啦？唔知出什么代志未？我知影，你是要保护我的心情，但不过我嘛是同款，无想要你受到伤害。啊！不过这次落去地府，是要去王氏社甲陈清文换魂呢，不是一天两天呢。万一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叫我是咩换落去？你甲看，我连明仔载佮后天要卖花，拢金忙好啊，我哪有可能无倒来嘞？你放心。阿爸，你嘛也袂想啦，我相信卡文伊一定会平安无代志倒倒来。就是安尼啦，尊生，阿母对不起你。阿母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莫再行过啊，做危险的阿婆。拢是阿母唔对，阿母今麦就来陪你，尊生。阿母。大日公主，我求你早下岗啦！妈，我若不为了我自杀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啦！阿母，虽然伊少年是毋捌代志，啊，不过算起来，伊也是一个有孝人啊。阿兄，你的心转意啦。阿母。阿母，你别再行过啊啦！你要做危险的啊！阿母，我是尊生，我伫遮啦！尊生，我爱尊生！阿母，尊生，尊生！阿母，阿母，我想你。
阿母做想你，你想到要想袂开啊！真是是的啦，那不是因为阿母，你嘛袂记予金宝代志啊！阿母，等到爸母死，你若是无安尼做，我明仔活到深啊！这件代志，还是金宝伊小妹，本来就做歹收煞，即马用我的命，一命赔一命，我算是做一个了断。你莫去管你家己啊啦！啊，不过我阿母，你若是感觉对我亏欠，你就做较侪善事的啊，替我祈福啊！我阿母答应你，阿母从明天来开始，阿母就做好代志，为你祈福的。阿母，会当做你的后生。我感觉做员工的，我遐尼讲，佮吃遮尼麻烦，你拢无去嫌我，感觉遐尼爱我，遐尼保护我。阿母，是我唔好，唔是你害我想歹的，是我唔捌代志。阿母，是累啊，真是。拢是阿母唔对，拢是我做唔对啊啦！妈，我无认为是你唔对，阿母，你莫阁哭啊，我唔甘啊！阿母答应你，阿母唔爱哭，阿母唔爱哭。阿母。我真正出来，好心啊！我赶快，赶快要做你后生，我会更加要代志，更加友好的，要让你失望啊！我的乖乖，阿母总不甘的啊，阿母总不甘的啊！阿母，你嘛同款哦，你袂当让我失望哦，你袂当阁想袂开啊，知无？你甲阿爸爱好啊保重，虽然恁看袂着我，啊毋过我一直陪伫恁的身边，守护恁，袂让恁孤单，你莫阁伤心啊啦。阿母答应你，我袂阁伤心啊！我袂阁伤心啊！阿母，安尼我就放心啊！你爱保重啊！啊、你那三更半夜走来吃啦、啊、哎呦，那规身躯拢湿糊糊啦！敢讲你想要自杀？你那遐戆啦！老爷，我拄才有看到真心，伊讲伊一直守伫个咱的身躯边，伊讲了无唔对，我自今日开始就要替伊积阴德，做好事，安尼伊才有福报。我一世人一定要活较久的，安尼才会当替伊做真侪功德。老爷，咱今来到，我一定要好好计划起来。真好，真好，咱哦，甲对尊生爱化作大爱，好咱尊生哦，活在这世界每一个所在啦。好，来等，看我。看我，你回来啊！叔海，阿爸，好灵欢乐啊！
天就要讲啊，还是先让卡粉回去伊家己身躯才阁讲。对了对了。小海，小海，卡粉，你总算平安平安回来啊！啊，你弟夫这几天，你会惊无？我将雪地里跟阿爸，我个袂惊，而且阁有大公主甲二公主咧斗相共，帮助青梅找到凶手，安尼嘛是功德一件。对了对了，功德一件，功德一件。大二公主，真正多谢你。这是应该的啦。是啊，化解你的死结，一定拢是阮阿爸的心愿。阮敢若希望伊早起倒转来，袂去互拍你六道轮回。金光，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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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地原谅你啊！你回好转来啊！安是足好个。为父为着要救四海，触犯了天条，锁伫心上内底，加在恁两个，唔那破了两宗的命案，搁抓着凶手。将这个功德回向了为父，为父叫上天下面了断这段姻缘。讲起来，为父我也感谢恁两个呀！熊爷，恭喜你！城隍庙做受火劫，重建完成。啊，城隍爷一拜安坐，祈求城隍爷保庇啊！庄仔头大大细细，一切平安，大家归好。来，一拜，再拜。大家看，高夫人来啊嘞！大家看，高夫人来啊！来，这，哎，都来啊！高夫人啊！高夫人。你要过来烧庙哦？唔烦哦，进前我对城隍爷不敬，我今日来是专工要来向伊忏悔。也阁有人，我要将我对阮尊生的爱散布予规庄仔头，予每一个人拢会当感受着。请，真好真好，大家平安，日日平安啦、啊！阿爸，我甲二弟先去顺事啊。四海，为父前世所欠你的，这次总算是还清了。以后你就要靠家己，为父卖了断这段姻缘。为鬼多生我心志，必有天下重生啊！在讲究科学办案的时代，有一个无形的力量也是唔通放忽。听讲新竹多上庙办案真厉害，到警方来急救了后，这个出去都碎了的歹人啊！刑事局哦，要去抓一个贩毒的，讲抓袂到啊！尾啊，哦，原来伊是坐一台车，啊，就吃喝拉撒拢伫个车顶，啊，抓袂到啦。所以呢，刑事局来对一个干员就来，甲上我讲拜，讲吼，啊，我咧今仔要抓一个吼，拢唔知按到去，拢十遍拢抓袂到，啊，就上我讲唔知去帮忙了。讲完吼，安尼单元门拄啊出去，嘿，迄台车就拄啊一个对面，是刚抓十几个吸毒者。想不到前年一个月案件竟然当港就破案，华人不得不钦佩城隍爷办案的能力。无论抓鬼还是抓犯人，拢真诚。有人嘛将城隍爷称呼为神鬼青天。